现在我们现在在亚历山卓牛排馆。吃的是一道无感料理，无感并不是没有感觉哦。无感的意思就是五种感官全部都已经开启。这道菜叫什么名字？阿波罗米，就是鲍鱼的意思。就是鲍鱼。好，淋汤汁上去。我挪一下角度啊，没关系。透明的，它都用澄清汤汁。哥哥，鲍鱼，鲍鱼怎么样？烟熏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来，你把鲍鱼弄起来。前面后面，听众朋友看一下。前面后面，前面后面都可以。让老师傅为大家示范。哇，这个烟熏鲍鱼，来滚一圈，让我看一下。不是鲍鱼滚动，滚动一圈啊！让大家看看熏鲍鱼有多可口。谢谢。